去年最佳戏剧节目奖的得主《天桥上的魔术师》里面有一段话是这么说的：人们就算被分开，也只是暂时在两个不同的时空而已，两个灵魂在未来的某一天一定会在某一个地方相遇。再见不是再也不见，在我们心里有些人未曾离去。谢谢你们曾经在这个时空带给我们无限的美好，在那个五更五灰的所在，你们依然是最耀眼的群星。